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首先，东北的共军历经了辽沈会战以后，没有3到5个月的休整期是不可能入关的。再说。 华北共军一共有3个野战兵团，20多万人强。如果除去包围太原的徐向前兵团，他们就不足20万人强了。所以，共军不可能对华北的国军构成威胁。一句话，我已经抱定了固守平津塘、以海作战的方针，要与华北的共军一决雌雄。很好。 此时，医生能有这样的气魄，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啊！我的意见是，应采取暂守平津，控制出海口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守备北平，而以主要兵力控制京沽。一旦华北地区保不住的话，就可以从海上南撤。 我同意总统的意见，请问我们将何以支撑即将爆发的徐蚌会战呢？这点我已经考虑了。为了解决徐蚌会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将东北战场所剩的3个军、11个师全部调往华东。医生，我想你自会同意吧。 总统，您是知道的，华北国军的力量远远不及徐蚌地区。再说了，临近用兵那是兵家的惯例，所以我建议啊，应该将这3个军、11个师全部转移到平津地区。要不这样吧。 原属华北的部队立即归建，让原属中央的部队也立即归建吧，校长。 没想到徐蚌会战进展这么快，战斗一开始就……这有什么可吃惊的？这一仗迟早都要打的。我不是还亲自参与了制定这个作战计划吗？是，只不过是他毛泽东提早了几天下达作战命令而已。是，不过……不过什么？讲。 第3绥靖区第50九军第70七军大部，约有2万余人，在副司令何基峰、张克侠的率领下投共，这就等于把徐蚌会战的北大门给打开了。一群寡廉鲜耻之徒，必须要彻查西北军有通共嫌疑的将领，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是，站住。 要多和毛人凤通力合作，必须密切关注傅作义的部署，在关键的时候也会通共。是，蒋先生，布雷先生，这是致杜鲁门总统的贺电，已经写完了，请您最后审定。好，来来来，坐下。 今天是几号啊？8号。等您审定以后，明天发，所以我写了11月9日。
布雷先生，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适，可是书写国文，应该要写中华民国31月9日。是是是。蒋先生，我最近气势不安，神经衰弱，恐怕以后很难再为您草拟文件了。布雷先生。 我知道近来你非常疲劳，抓紧时间休息，别把身体拖垮了。嗯，少抽点烟。在党国颓废之时，我蒋中正离不开你呀，党国更离不开你呀。陈先生，你应当把你的女儿和夫人接回来，要有家的温暖。谢夫人。 他们母女是不会再回来了。放心，我亲自接他们母女回来。谢夫人，谢先生。 夫人，杜鲁门总统还会相信这份电文的诚意吗？信不信在于他。 发不发在于你。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对战局影响极大。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大忌啊。特别是对大部队而言，更是很难调整好。合掌二人战场起义，可称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大胜利。 可惜啊，像我们这些人不能立功受奖，不然我就建议中央给恩来记特等功。哎，主席不是说过吗？为了新中国，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事实上，主席已经为新中国牺牲了5位亲人了。哎，不讲这些事情了。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 公布合掌二人的党员身份，让后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特殊贡献。另外啊，刘邓大军很快就要冬至，以陈粟合兵一处了。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关注点就要转到平津了。对，只有谋在先，才能战必胜嘛。哎，恩来啊。 傅作义那边情况怎么样？总的来说啊，北平地下党通过3条渠道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嗯，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党地下党员傅东菊。了不起啊，连傅作义的女儿都是我们的同志吗？嗯，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中央。 北方局、成功部留人同志，只是天津地下党，把他和他的爱人周逸之同志调到了北平。周逸之也是我党地下党员。前不久，党组织决定把傅东菊调回到傅作义身边，理由是照顾傅作义的生活。傅东菊向他父亲谈起我们合作的事了吗？谈了。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合作。 有希望，啊，哎，本来，那第二条渠道呢？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国民党少将参议刘厚同老先生。啊，这位老先生我知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思想啊。嗯，刘厚同老先生和傅作义的私交很深，他的女儿刘航生是我党。 外围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崔岳礼同志做他的工作，再由其父亲去影响傅作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我党地下党员李炳全的堂兄李腾久去做傅作义的工作。哎，这个李腾久是不是傅作义的联络处长啊？对，李腾久。 是和傅作义可以对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以通过李秉权去做李腾九的工作，再由李腾九去做副作义的工作，这样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嗯，看来啊，其实我们还有一条隐性的渠道，那就是我的老师福定一，还有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森。哎，咱们是四管齐下，必有成效啊！ 首长，汤面来了。张总，吃面。哎，来，哎，主席啊，嗯，这个淮海战役初战告捷，这个面里应该握一个鸡蛋，啊，是不是啊？等到淮海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我让他们给你握两个鸡蛋。好，好，主席啊，这两个鸡蛋是什么意思啊？ 一文一武两个战线的结果嘛。哦，对对对。好了，诸位请坐，请坐。今天我们这个会啊，不是一个一般的朋友聚会，而是要对这段历史负责任。往重了说呢，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要记录在案，将来呢，以便接受 历史对我们的检验，我们今天这个会呢是个言者无罪的会，什么话都可以说，包括你们对我负责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指着鼻子骂。怎么样，大家赞成不赞成啊？赞成。好了，开场锣鼓敲过了，正戏开始，下面谁先说呀？啊？ 先来吧，客气。有句俗话呀，小曲好唱口难开。啊，这样吧，请许德恒先生先讲，怎么样？好。既然呢，这傅将军点了我，那我就当仁不让了，诸位。 都清楚我的历史，自五四运动起，我就是一个弄潮儿。今天，我虽然已年近花甲，依然要为一个新中国的诞生高声呐喊几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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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蒋委员长打败了，而今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这恰恰应了中山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说得好，说得好啊！逆时代的行文是行不通的。傅将军，我真诚地希望你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一名顺乎潮流发展的英雄啊！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我想说一点：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呐。当前，战则败，和则安呐。这也是目前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了。你们说呢？是是是是是是。好。傅将军。内战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将军能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呐，对此一举一定会大输特输。大家说对不对？对，是啊，是啊，对，是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用家乡的小米和红枣煮的粥，快趁热喝了吧。先放那儿吧。就算有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吧。董局啊，我们今天不谈吃饭的事好吗？不好，我的任务就是照顾您的生活。爸，您别整天愁眉苦脸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方便跟别人说，您就跟我说说。董局啊，你对蒋先生这个人怎么看？蒋先生，他自然是一位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了。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这是事实嘛。他让蒋经国秉承他的旨意去上海打老虎，还夸他的精儿雷厉风行，有他当年北伐的气魄。可是这老虎打到了蒋夫人的心肝宝贝孔令侃的时候，他就只好向这位宋家小妹投降，命令金儿停止打老虎，搞得这物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愧是个做记者的。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是，是事实。可惜的是，现在爸爸身边连个说实话的人都没有。您的那些部署啊，他们只想当官，谁会跟您说实话呀？我就不一样了，我是记者，我的天职就是为老百姓说话，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哎，总局啊，这样，你今天就把爸爸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我说几句实话怎么样？不敢。为什么呀？我怕您说我通共。哎呀，爸爸现在真希望你能通共，希望你能通到毛泽东那儿去。真的？啊。爸，我跟您说心里话吧。女儿我不通共，但是我认识通共的人。女儿我也不认识毛泽东，但是我认识的人里有认识毛泽东的。谁呀？碍于职业操守，我不能告诉你。哎呀，那你能告诉爸爸什么呢？我能告诉您的就是那位在南京的总统，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内外交困，分崩离析，徐蚌会战的那个什么黄百韬。行了，不要再说了。干嘛呀，爸？董局啊，别生气了，您说的这些爸爸都知道，所以……爸，您不知道，就在前几天，南京刚刚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一夜之间，金圆券对银元比率一下子由2:1降为10:1，您知道吗？哎，行了，不要再说了，北平现在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总统回信了，但是他的态度……夫人，坚强一些。我早就知道他会拒绝我的要求，而他
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前途也未可知。可来自美国的朋友说，杜鲁门想逼你下台，让李宗仁当代总统。哼，真是个大笑话。校长，夫人，这是沈醉制定的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请校长裁夺。对了，大林，陈布雷先生打电话说有重要的话和你谈。他不是身体不适吗？他说啊，再向你进一次逆耳的良言就休息。我都到了耳顺之年，还要天天听这些逆耳之言。嗯，达令。好，我这就回去。布雷，布雷，布雷先生，蒋先生，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匆匆赶来。有什么逆耳良言，抓紧时间告诉我。来，蒋先生。你看过这幅漫画吗？这是在讽刺金国在上海打老虎。蒋先生，党国处在艰难危厄之中，你要告诫党国所有的要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说得好，好，这些我们等到中常会上再说。禁援券发行失败，辽沈会战也以我方失败而告终。时下徐蚌会战开局不利，很快又会陷入逆境啊！你应该比我清楚。是啊，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要想挽救党国，必须得整顿金融市场。嗯，我夫人曾经发过这样一句牢骚。他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方便了那些不法的金融家。”你说？是啊，这些我都清楚。可是，我该从何下手呢？看看，就如同是一座根基已经腐朽的大厦。而不至于让他尽毁。蒋先生，很简单，平抑物价需要大量的钱财，支撑这么大的军事会战也需要钱财。可是我们的国库入不敷出啊！现在只有请党国中最有钱的停。想说什么？谁最有钱？完全和共产党同出一词。蒋先生，古人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我理解布雷先生的心境。此话已经让你如鲠在喉，现在不得不说。是。为什么不早说？你知道我的处境吗？我比谁都难。好了，请你不要再和我唱反调，书生义气是会误打误国的。蒋先生，布雷先生。请你马上回家休息。休息。回家休息。回家休息。回家休息。休息。Thank you.
我该回家休息了。我是该回家休息了。回家休息。 叶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复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是以不堪勉强支持。 至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燕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回忆许身麾下，本知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到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复国复功，真不知何辞以能解也。夫人前，秉之敬意。 陈先生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故中委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帘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携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布委员遗像前，为鞠20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1分钟。 使缓缓退出，总统殡馆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2束。主席啊，听后有何感想啊？陈布雷之死啊，使我想起了中国数千年为士的命运。 士为知己者死，这6个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儒、中儒、小儒啊。布雷先生终其一生对蒋某人践行了知遇之恩，从一而终。这个终是愚忠啊。建党初期，我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那时候我就认识陈布雷先生。 他是天夺报的大笔杆子，文章写得利论严谨，文风秀美，影响了很多人呢。布雷先生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了这些风格。北伐攻下武昌不久，蒋介石需要一位能够与汪精卫打擂台的笔杆子，就找到了郭沫若，希望他能够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给他当文胆、写手。 那时候，郭沫若对蒋介石已经有了看法，坚持不救，于是推荐了。
陈布雷。嗯，主席说的对啊。当年我在重庆给郭沫若先生过50岁生日的时候，陈布雷先生破例给他送了一份厚礼。事后郭沫若对我说，他可能是念及自己向蒋某人荐贤一事吧。嗯，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是陈布雷。嗯，主席，你可能还不知道，有2件事情。第一件，重庆谈判结束的时候，主席已经回到延安了。你送给老友柳亚子先生的一首词《千春雪》，在报刊上发表了。蒋某人看后十分生气，扬言要杀一杀主席的威风。那些反共的文人们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首词，最后都是无声无息的结束。事后啊，布雷先生说了一句话，润之先生的《千春雪》那是千古绝唱啊。第二件事呢？第二件，1946年底我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的时候，布雷先生突然赶来送行。他对我说，人各有志，子女也不能例外。他显得十分不安和无奈。我听说他的儿子陈远、女儿陈琏与我党关系密切。嗯，他是希望周公能多多关照，大有托孤之意啊。世人都知道，布雷先生是蒋某人的文胆，我也很敬佩他的才气。可惜啊，先生的文笔只为一人而用。如果他能为更多的人而用，那该多好啊！感念知遇之恩，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嗯，但是愚忠愚孝，显然是帮不了蒋介石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非江河万古流啊！我们共产党人是看你的行为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碍了历史，这是我们最高的行为规范。嗯，校长，刘邓共军发起了对宿县的攻击。黄百韬兵团呢？完全被陈粟共军包围在碾庄围地区。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呢？被共军阻止在徐州以东地区。让轰炸机和炮兵向共军的阵地猛烈地去轰炸。是。兵败如山倒，怎会如此？周副主席，生火呢？嗯。哎，主席起来没有啊？早起了，他一个人跑到伙房做饭去了。嗯。主席为什么自己做饭呀？周副主席，主席说了，他的第一位恩师要到了，要执什么弟子礼，非要下伙房做饭，招待他的恩师福定一。好，你忙吧，我去看看。哎。主席啊，哎，认识你20多年了，我还第一次看见你做菜烧饭啊。这次不是让你赶上了吗？哎，帮把手。来来来，干什么？扇火。啊，主席啊，这火不是挺旺的吗？哎，火候不够不行啊。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规矩，肉丝炒辣椒必须爆炒才行啊。哦，好吧。主席啊，嗯，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报告。啊，
为了促使傅作义南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携胡适近日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会晤。夜长梦多，立刻电令林彪、罗荣桓，让他们停止休整，于23日前，率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好。 哎，有戏，快着火了！快到肉丝，到。哎，这待会儿真成爆炒了。糟了，啊，应该先放葱花。没关系，葱花肉丝一起炒。哎，这程序错了。哎呀，这太像了。程序错了，味道就变了。这太像了。江浙人就是怕辣。 主席啊，你别吵了，我来吧。哎，那不行，这是我对恩师的一份心意，怎么能代劳呢？恩来啊，太行山的北风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过雪山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冷啊。 当年过雪山的时候，你40开外，我还不到40，年富力强，身体当然抗冷了。这两天发生了三起和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第一件是陈布雷的自杀，第二件是伏定一来西柏坡，第三件嘛，那就是胡适陪着司徒雷登到北平见傅作义。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入主北平之后，还会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像陈布雷那样为所谓的党国和蒋公尽忠，但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红色政权，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这是一定的。还有不少。 像胡适那样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会千方百计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走美国的道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好，来了。哎，父老你好啊！ 学生毛润之，谢恩来，恭候你呀！嗯，润之啊，我们俩是师生相见，你把周公也请来，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呀。父老，应该的，应该的。请，请。周公啊，润之，你们让我坐上座，你看看，哎呦。 长者为尊吧，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好，您就安心坐吧。那我就倚老卖老了。傅老师，您还记得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临别时您对我说过的话吗？记得呀，我说延安的羊肉泡馍好吃，你说等下回见面的时候。 你要亲自给我做一餐羊肉泡馍，这就是我亲手为您做的泡馍用的羊肉汤。哦，哎，可惜呀，没有延安的馍，只有西柏坡的钢炉烧饼。哦，好，哎呀，润之啊，你还像过去当学生的样子。 言而有信呐！好，我就在西柏坡吃你给我做的羊肉泡钢炉烧饼。傅老，嗯，您再尝尝这个肉丝炒辣椒，这可是主席亲手给你做的。哦，啊，好好。嗯，润之啊。 这西柏坡也有咱们湘西的腊肉啊！
没有啊。可这肉丝的颜色很像是湘西的腊肉啊。哎，福老啊，这都怪我呀。刚才我忙着跟主席谈工作，不小心就把这个肉给炒老了。哦，哎，主要还是我呀，这炒菜的手艺不行。嗯，嗯，嗯，不过这炒老了的肉丝炒辣椒还别有风味儿。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嗯，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